舒克，不多说了。摩登天空出品的大腕 rapper 风格本身就适合大众市场帕克特，年轻的国内说唱 OG 齐安安 U 厂牌创始人，在他身上技巧和态度达到统一流百姓，活动于海外的独立音乐人小胖斯洛特征明显，也是 FC 唯一代表山际自带吸粉属性的 MC 咖喱，来自上海的新生代 RP 红吧，中国有嘻哈的海选淘汰选手，更加国际化的 AR 周汤豪，台湾流行音乐人 RP 程子彤，中国好声音全国亚军快乐女声选手杨小川，中国新说唱北美区最终晋级选手孙旭，来自北京老组合龙井的 OG 艾乐，来自新疆的独立音乐人那吴克热，中国好歌曲的参赛选手新疆阿本斯，来自 CDC 实力很强甜蜜，来自重庆的新兴说唱歌手偏流行 Low Devil，上海红八旗 RP 杨和苏，低调组合成员，中国新歌声选手，中国有嘻哈主题曲演唱者孔令吉，老牌嘻哈艺人，嘻哈公园创办者，知名中文嘻哈推广人物马俊，新疆说唱知名人物王维登，来自台湾铁竹堂的 OG 王闪果，重庆 RP 实力强悍，盘点下来成都、上海、新疆的 RP 晋级最多，而又新疆的 RP 实力是最强的，比如